你看家孩子把手套给我咬的啊，天天拆家啊，自从他长牙了之后他天天拆家。我说你还你不相信，这手套咬的这哗哗漏嘴，还能用吗这手套子？你瞅瞅啊，我跟你说这小孩从小看到老师知道吗，这以后长大啊不得无法无天呢啊。你给我个说法吧老师，你说怎么办？你打我打啊，这还是得教育啊啊，是不是得教育老师啊，是不是得教育啊？你起来你干嘛呀，你我护孩子是不是？又护孩子是不是？老师你起来你起来，我非得拍他干什么玩意儿你啊，这孩子让你惯